请问一下，你们今天有尽兴吗？可是我今天不完美，但我真的要说，其实，今天的每一首歌，可能原本是要删掉什么删掉什么，但是我总觉得，如果要就是要唱了，要唱这个演唱会，我就希望你们都可以听到该听到的歌。虽然表现得不是很完美，我又要哭了。我这次在高雄挑战十场演唱会，说真的，真的很累，是对自己的一个挑战。然后呢，由于那个这几天就是身体状况不是很好，所以其实是很煎熬，就是怎么会这样？想说给你们每一场都是完美的。请问一下，你们今天有尽兴吗？可是我今天不完美。但我真的要说，其实今天的每一首歌，可能原本是要删掉什么删掉什么，但是我总觉得，如果要就是要唱了，要唱这个演唱会，我就希望你们都可以听到该听到的歌。虽然表现得不是很完美，我又要哭了。